邵雨薇、Julia 吴卓元、雷佳瑞昨出席 Gucci & Co 时尚艺术特展活动上，邵雨薇穿上约10公分的厚底高跟鞋，意外跌坐在会场。她害羞说，刚刚一瞬间软脚摔下去，叫很大声，好在只有一点点皮肉痛。她摔倒当下还偷瞄一眼摄影，庆幸大家没有发现她出糗，立刻站起身跑走。好不容易就已经快踏进去门口了，刚好就在媒体前面就是摔那一下，然后我偷偷的瞄了一眼，想说好像没有那种闪光灯，我就赶快绕跑，超怕超怕。目前的话应该是会最少两个半月，然后最长还没有想好。对， Julia 跟 Jerry 有没有很羡慕可以去游学两个半月？我也想去。想去哪里？我想去澳洲一下。澳洲？会不会想去澳洲留学？大家可以，大家可以来，就我带你们一起去玩，去玩。